我公司在这个东莞市管城街道奥兰路1号东日大厦207室，这是我公司的一个画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公司的一个经营范围。然后这个我们经常跟这个钣金厂合作，有帮这个钣金厂做一个机械设备的外观设计啊、钣金结构设计啊、这个工艺拆分呐、和一个有时候一些客户的生产制作啊。然后我公司目前是全面技术服务于这个 AutoCAD Service 这个 Creo UG 啊这个钣金工艺工程。这个是往期的一个学员的一个学习环境啊，这个一个学习环境，这个呢是有时候一些客户啊，他有一个设备拿到我这里来画啊，帮他设计啊，并帮他拆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烤漆厂啊，这是一个激光的这个这个车间这个折弯机的这个学员呢，在这个激光这里这个工艺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学员带去这个工厂看的这个师傅折弯，跟这个师傅学工艺，啊，然后这个是往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学员，啊，他跟这个我们推荐的一个厂里面的这个谈这个工资的情况，这是最好的一个，学完之后呢，他这个工资呢，到这个14000了，然后这个是往期一个学完的一个学员，送到这个桥头，带行李去面试的这样一个情况。这是往期的一个学员的一个作品，还有我们这个帮工厂做的一些拆图的这个客户的图纸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软件的一个技术服务、技术交流的一个内容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收费情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每个对应的这个收费情况啊。那我这里呢，大家呢不要被外面的这个电脑培训，所这个误导啊。我这里是，专业专注钣金工艺工程的这个，结构拆分，这个结构设计，这个外观设计，钣金的生产制作。我们这个包含有这个，这个激光的这个，激光折弯、焊接、打磨、烤漆。包括这个打包的这个所有的工艺，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拆图的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什么 K 因子啊、折弯扣除啊，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插件呐、包括我们这个波纹表啊，这个机架开卡口啊，这个钣金这个实体壳体拆分呐、包括我们这个设计呀。包括我们这个什么分割啊，等等，这个机床实际拆除、外挂插件都有教。